萧淑慎子宫长瘤惊动刀。其实我爸爸有跟我讲过，我爸会水中毒，我知道，但是因为我的水都会就是有那个绿的，有吗？哎，还记得曾经吸毒但搞不清楚水中毒定义的萧淑慎吗？苹果昨天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的门口直击一辆白色 BMW 生硬的回转，令人关注。因为啊，这正是萧淑慎的座驾，他离开看守所时也是搭这辆啊。是说自从去年他七月乐戒时暴食泡面，体重一度飙破75公斤。他例行九个月魔鬼减肥计划，疯狂产肉26公斤，精瘦到49公斤。哎呀，这回往妇科跑，该不会是瘦出病来了吧？且看助理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跟他一起进医院，哎，然后就真的填起单办起了住院呢、啊。36岁萧淑慎出道10多年，未婚也尚无子女，但他有人透露他前一阵子肚子痛出血就医，诊断出有6公分的子宫肌瘤，子宫肌瘤大多是良性，医生建议他生过小孩再说。但在浪里来火里去的萧淑慎决计长痛不如短痛，所办了住院，今天开刀。苹果娱乐新闻助手术顺利报道。